哎呀，杨一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事，贝贝，你坐会儿，坐会儿，我去给他说一下。一总，你咋来了？你不是跑滴滴去了吗？这个女的是谁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是现在跑滴滴，这是我同学，他叫我今天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不想去嘛，我就顺路送一下他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叫他下来跟你解释一下，跟你说一下，好吧，你别误会了。哎，贝贝，就有一点小误会，你帮我解释一下，说一下，好吧？哦。对。真是同学。你看我怎么可能是吧？来来来来，贝贝，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对，哎，你是他女朋友是吧？我不知道杨一，我不知道你有女朋友。啊，我要知道的话，我早点我就不坐你车了。对，没事。对，他今天就是参加同学聚会，我就顺路送一下他，你说是吧？对不对？对。对对对，然后他这个是我老板，对，他也不算什么女朋友，对，嗯，车也是老板给我的，对，钥匙给我，啊，钥匙，咋了？钥匙在车上呢，在车上是吧？对，别，你开那个车走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叶总，你干啥呢？叶总，不是，叶总，你把车开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想什么办？不是，你怎么生气了呀？哎。哎，不是，呀，快来，看，当当当当，这小猪以后就可以代替我了，不能天天陪着你，你不可以拿掉啊，这样子别人就不会坐你的副驾驶。啊，给，我不要了，这车以后你拿回去吧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要你送的东西了，你，我下班我先走了。杨一啊，别，你别跟我来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，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。